听听故事，说说故事。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听故事，说说故事。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很快的哦，我们这一个月勾抓的主题已经到了最后一个阶段。那我们一样邀请佐藤直义新传，我这次没有讲错吧？对。佐藤直义新传的国林老师来跟我们介绍勾抓的未来跟一些创新。嗯。好啦，我 cue 你啦对，好，那想要请教一下国林老师啊，就是我们知道像勾抓前两集老师有介绍过，就是除了画雕跟坐在寺庙里面的拜斗或者是供奉或者是出坐王船这种出巡这样子，就是除了神明之外啊，还有哪些创作的可能呢？就是还是说你在这个就是十几年二十年的就是创作生涯里面，勾抓的制造创作生涯里面有哪一些就是除了这些以外的就是艺术性的创作，就是创作来讲，现在是都我有的作品也是都没骨架，没骨架哦，没有骨架啊。很大尊吗？小小的，小小的，那是没骨架，没骨架，所以硬啊冲，硬啊冲，硬啊缩型，缩型起来。那是之前我老的家是够骨架。我是尾仔有几件，我有做两，目前有做两件，一件去用收藏的。这件是伫迄个成功大学遐，我教因做的。我无用骨架落去做，一只虎。小老虎，就今年吗？因为今年虎年，古尼代个，古尼代哦，古尼代个，就是一种尝试的创新，就是没用骨架这块嘛，对。啊，那个效果是怎么样？效果很好，因为是我洪国林做的，没有啊，因为之前我都捌做过一只啊，有那么用无用骨架落去做，啊，尾也是一个老师好收藏。这只我从迄落成功大学遮来教是，因为你教骨架的话，有较浪费时间啦，因较袂用捌吼，会较浪费时间，所以我也是无用做传统的，就是直接教因落去塑形。效果是对男生来讲嘛是阁袂歹，一个传统工艺的，那如果说都只有单纯塑形的话，因为我知道像墨西哥他们有一种就是 我知道的啦，你不用紧张，我是在跟你分享，就是墨西哥有一种叫皮尼亚达，应该是这样念吧，我有点忘记了，就是它也是用报纸，然后把它沾水，然后用白胶沾很多水，然后把它弄得像纸糊粘土这样子，然后把它塑在气球上面，然后弄到气球上面之后，等它干了之后就把气球戳破，它就是一个圆形的冰压蛋，然后他们就是在他们的好像是鬼月的时候，就是跟小朋友玩这样子，对啊。你们做那个勾那个小老虎也是用那个方式吗？那个材料就是用报纸然后沾水白胶这样子？不林行有像你我用煮米狗，煮米狗哦，我用煮米狗都会塑形甲报纸，煮米糊甲报纸，一张落去垫啦，落去穿，用搭的安尼，用搭的报纸去穿，用搭的啊，你底一定要搭的，底搭的，啊来就是一张细张的报纸，啊落去抹糊啊落去塑形，啊塑到最后它，可是塑到最后它的面不是应该也是要平的吗？那个怎么处理？对啊，伊个愈打愈白，愈打愈白哦。对啊，哦，听起来做趣味呢。对。哦，白料就是之后怎么做？之后看你是要上色，还是要打色做？
小猪啊，哦，啊，上次成大那个小老虎是？因有诶，我教两波，嗯，就是小猪啊加微信，小猪加微信，啊，看伊要安那做。对对对对。嗯。因为因个时间嘛，无足济。嗯，做得偌久？两工嘛。两工。哎呀。两天，一天四个小时。嗯。有啊，一天八个小时，一天八个小时哦，所以十六个小时，对对，哎，那做很久哎，对啊，一般如果工作方的话，这样是很长的时间，对啊，哦，好个礼拜的对啊，好个礼拜，哦，嗯，因为我无限定员工爱做什么骨髓，嗯哼，系啊，对啊，所以你也刚刚因做起来是嘛做时间了，是哈、哦，系啊，你卖用养鸡诶。诶，那个光感力也看，哎呀，嘛是真出名。就是用我们新生代、后现代的视野去看那些对对对作品，就还蛮童趣的这样子。对对对嘿哦，哦啊，这个是你伫高抓店名，伫恁这个佐藤的脉络里面的一个创新，就是把那个骨架拿掉。对对对嗯，啊，除了骨架拿掉，你直接用抓去勾迄个物件，以外，你阁有啥物创新的做法？啊，就讲。我之前有说过，但我那个大视野，做肌肉男，肌肉男，对对，嘿嘿，也是，就让他有一些人体肌肉的呈现，他也是故意的，嗯哼，哎呀，有点创作过，嗯哼，哎，我记得好像你还之前好像也有提过，就是用剪的，剪纸的部分，哦，对，加做，嗯哼，哎，你是怎样做那个加做？就好像蟑螂哦，还是有讲哇？无啊，就看咱要呈现啥物件。嗯哼，哎呀，从椅啊、边啊的部分啊，啊是咱诶增加中的赛道啊。嗯哼，哦，我得用胶纸啊，对。嗯哼，对啊，呈现。嗯哼，嗯，就是等于在第六代的这个脉络里面，有了三种不一样的就是挑战，就是骨架。然后还有就是肌肉、肌肉你一直很得意耶，对你从第一集就是第一集讲到最后这样，一定要从头到一直要呼唤，就是给瓦西瓦泽哎，是肌肉，我 muscle 那个肌肉，不是 chicken，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剪纸，那这就是国林老师在狗抓上面的创新啊。哎，对，那国林老师，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就是因为其实大家拢想讲钩爪是一个没落的行业啊，你拢主要拢是愈来愈无虾米少年咧要做，啊无就是拢是足简单的迄种钩爪，啊想讲对恁来讲啊，恁已经是一种有点像是钩爪，把它已经非常非常精致化了。想讲进前我有听讲就是。洪老师就是那个明洪老师啊，就是洪老师他有提过，就是说像他有一次很得意的哦，他说他那个红的头是塑胶的，嗯，啊，不过我那时候我老实说，那时候感觉说塑胶的头不是很多了吗？啊，是在得意什么？啊，不过其实塑胶的头是你去开运的，对，我阿公研发出来，对，然后是第一批，嘿嘿，对不对？对对对对，第一批那个偶的头是用塑胶做的，你阿公那个时候，对对，对啊，你可以说那个原因，因为以前就是，以前的路都很坏嘛，啊，都用那三轮车啦，在做主去煮家的，啊，因为那个厝间啊，那个头都是土的，以前的头是用土做的，对对对，土的，啊，现在上到那里，像那个头在路里，那样等等等等，等到煮家那里一直等你啊，个破气啊！那个头就会那个骨架都等你啊，那就会歹势。对啊，对啊，对啊。尾啊，卡我阿公吼，他去研发这个头，这个塑胶头，啊，但这个塑胶头，较未送去主家遐，啊那足，那破气啊，未破的呢，那嘛较未歹势。对对对。啊，即马到我这时，我就。哦，你若要化掉，我就是用塑胶的。嗯。哦，啊，你若是要迄落要收种的，嗯，我就会用土头。嗯哼。我把它做一个区分了。嗯哼。我可以问一下，你那土的头嘛，是你做的嘛，还是？系啊系啊。啊，它是。有毛啊，干毛毛。干毛毛。哎，啊，类地迄个土。嗯。哎。
然后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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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客人需求或送货需求，因为之前那个交通不方便的关系是研发的。那个时候你还您有印象大概是几年的时候吗？大概是几年前？应该是咧六十几年。六十几年嘛。我听我爸爸讲，那六十。六十几年哦，迄个时候我嘛是阿伯出生啦。六十几年。对，民国六十几年。其实我们为什么要我为什么要刻意提这一点，是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一提到就是塑胶头，会觉得说塑胶头会有虾米啊？芭比娃娃嘛是用塑胶头。可是你们要想哦，民国六十几年那时候塑胶，其实那时候刚好工业革命的。工业革命的那个脉络整个风格是移到台湾的、嗯、然后台湾那时候刚好就整个经济起飞、嗯、工厂化，所以那时候一个传统工艺能够用一个塑胶的头是一个相当流行的事情、嗯、对，也就是说在当时那个塑胶脸塑胶头是一个当时传统艺术的一个创新、嗯、对，所以我们就是真的不要用我们现在的角度去看以前的事情，然后去批评以前的事情。那、嗯、你要这样想，以前他居然会有一个这样的市场，会愿意让一个工艺之家，然后去研发一个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做一个好的服务。其实这样的精神也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嗯嗯，就像其实为什么佐藤，就是上次老师有说，就是佐藤六代，然后。意义很重。其实在访问的到现在第三集，等于是我们访问一段时间之后，其实你会发现说为什么他这个招牌对很响亮，但就是他在创作的那个艺术性，他们会不论是人或是偶，他们会去研发就是他的动作他的脉络、嗯、然后让他很写实、嗯、然后让他很趋近真实的人，其实就很像就是写生的那个概念。那到最后就是比如说他们在人偶的衣服上是用布来取代纸，然后研发就是那个怎么样用布在纸跟布结合上面，然后还可以把那个衣服的那个条理那个线条弄得很去一起嘿弄得很对，那其实就是一种艺术性的研发、嗯、对不对？对，嗯，我这样解释老师觉得 OK 吗？ OK OK OK、嗯、好，那好，接下来我就是要问，像对啊，那像因为我刚刚我们提到就是钩抓这种东西，这种工艺啊，好像就是快要没落了。那老师您觉得它有没落的迹象吗？没落，目前来讲是没有、嗯。没有哦，怎么说？因为烧还是大家烧。真的吗？他因为拜拜还是会拜拜。哼、嗯，对啊。然后呢？啊，所以用的可能诶。虽然经济不很好，但是用的吼也是人会用，只是伊会去找讲，迄、那个价钱来比较。是是是。对啊，对啊。那这样子，你们有遇到受到冲？那这样你们有受到冲击吗？冲击哦，其实我都会跟庙说啦。嗯。哎呀，如果还是要比较，我不爱比啊。哦，好大气哦，好大气哦！对，比价就是价格，我就不喜欢了。哦，对啊，那两无想要去比那个价钱。嘿，对啊，对啊。嘿，哦，那啊，你要比啥？比物件无要紧啦。好狂哦！比东西没问题。对啊，啊，通常拢会嘿啦，哎，比如拢考虑真惊讶的问题。嗯，所以真的，现在的人是都考虑金额问题。金额是啥？金额。金额哦、嗯。但是我讲真的，如果东西摆上去好不好看，真的是也是面子问题耶。门面的问题啦。门面对，真的。讲立起来，讲是这门面的问题啦。嗯哼。啊，但是卖方嘛是有因考虑的所在。嗯哼。哎呀、啊，那么袂当讲哦，就是。时机就是这样嘛，嗯哼，对啊对啊。那你有因为这样子去转换自己的方式吗？比如说转换自己的创作，比如说安尼，好啦，不要安尼，不要安尼，就是爱花掉，啊，不过安尼介绍无好，啊，咱会当转把规去做咱的创作，安尼构作。对啊，我落做我做我接到的部分的工作嘛。接到的部分的工作。啊、嗯哼，我都未
袂一直强求讲一定爱做客啦。嗯。哦，有诶师傅是讲哦，阮古早内底一定讲，你着爱做客。嗯。人家知影你这个师傅会晓做客。嗯。哦，尤其是古早内底算有哪真高工诶，诶工贵。嗯哼。吓、嗯、啊！所以我嘛袂去讲一定爱强求讲爱。一定要去接到这个，嗯、这个 case，、嗯、对啊，啊，所以我就做，做我点接到些工作，是，对啊，做一些你可以挑战的手艺的一些工作跟创作，哎、就是，到底做家业、嗯啊，是吼、哦，做你家业哦，啊，不过做你家业到市场，嗯，尴尬了吼、哦，没有啊，其实你要做起来。那、有些看到啦，是电视啊，系、啊，这就不一定啦、嗯，对啊，对啊，有吧，应该是有市场吧。其实这是秘密，老师刚刚私底下没有录音的时候都有跟我说了。对啊，老师的作品是真的 很精彩，对对对、嗯，是吧？没有啦，老师说没有，对，大家只是可以去那个民权路一段116号看一下。对，好哦，那你在未来你会喜欢做创作，还是你会喜欢做创作，还是喜欢做就是？庙里面就是化掉的东西，你会想？其实我都会接啦，我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做创作的东西、嗯、还是做六七十七的东西、嗯、对啊，啊就我们 case OK、嗯哦、可以接的我们也是要接啊，这都是你一个人做吗？对啊对啊，哦，啊你有看师傅吗？没有啦，师傅看不到，看袂掉，对啊对啊。即马较无好看，即马较无好看啦，嗯哼，系啊，无像较早只草率会当，系啊。以前的人较好骗是安尼啊，较早的人较单纯，现在人较单纯，好好哦。哎、啊，我记得你好像有提过，你之前反而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学生。对对对，我之前去马来西亚吼练习啊。你可以说一下那个登西的机缘吗？想要去马来西亚登西，那嘛是文化组上外表的工，什么外表的 case 吧，邀请我过，哦，对对，就是做，那我是不知啦，啊，就是工作的交流，对对对，工作，马来西亚也嘛有工作，对对对，嗯哼，啊，去啊登西，然后嘛去参观一挂。就是伊遐古作，嗯，哎呀、啊，伊要嘛办一个，互遐民众体验，嗯哼，哎，嘛就一个古作，嗯，伊嘛叫我拿手无，嗯哼，哎，嘛是想要来教我学，嗯哼，哎呀、啊，因为因过世大人的关系，哎、哦、呀、啊，较无方便，是，哎呀、啊，啊，所以我讲啊，无你要等。有机会是不是较贵的、欸、真的很特别，就是你到马来西亚做交流就会收到马来西亚的喜欢，里面国抓的人的喜欢，然后要来跟你学。對，我这个你不要说你们的其实台湾跟马来西亚的国抓的工艺其实不太一样，不一样啦，他们可能是有断层过了，可能功夫可能有差一点，哎、啊，算讲，咱这边个算传统锚地的创新锚地。嗯哼，它瓦个地啦，它灵活，然后有比较多的，对，有比较多的那个样式跟变化，所以他们就想要来看看、了解一下。对对对，要看外面个。嗯哼，你嘛希望讲哦，政府会当搁较重视这个古早这个行业。嗯哼，哎呀、啊，嗯，啊无，拢。你刚刚工作的是，那对那工他不吉利、欸。就像我们刚刚最早之前讲的，就是都会以为说工作可是化掉啊，不吉利，拜拜。对、啊、对、啊、对, 对。但其实他是从我们出生，就是刚刚讲什么？出生就是做什么呀？出生那个也做，出生大部分拢无啦。不是出生啦，就是成人成年礼十六岁的那个
那个成年礼。黑个下面请亲牛妈田，然后结婚的时候拜天公。啊，你之前有讲过，可以做下面观音送子。哦，那个要嫁妆啊。嫁妆的观音送子。啊、送、嗯，啊，要让生小孩这样子。对，较早重男轻女啊，嗯，啊，伊就爱打那个后生的后生，就打那个观音上吊，感谢伊了，啊，拜拜就上吊。哦，然后后来才有那个。上提供然后观音送子，然后拜提供观音送送子，然后之后才是过世。对哦，这是人的一生。对，对，可是一整年的话呢，就是有那个普渡跟浙节儿、嗯、哦、嗯，所以其实勾抓金价拢在咱的生活周遭，跟我们就是生活周遭，然后跟我们的人生其实都互相陪伴着。对。对，然后我们就是国林老师这边其实也慢慢有就是有把那个狗爪有我们也发现说狗透过跟国林老师的访问，我们也知道其实狗爪不是只有台湾，其实像马来西亚或大陆、中国大陆也有这样子。那台湾这边其实还是相对有它狗爪创作的灵活性。嗯嗯，对。好哦，那我们这一次就真的非常谢谢国林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希望在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们其实明年啊，就是我现在在节目上邀你，可是如果你不要的话，我会把这一段剪掉。就是我们明年可以邀请国林老师跟我们工作室合作一个工作坊吗？哦，就是你来教我们做那个狗爪。可以啊，可以哈，明年哦。对，我知道已经之前我跟人家说我访问国林老师的时候，已经有人跟我预约了。嘿啊，今年啦，今年啦，你有粉丝你不知吗？今年啦，明年好，那明年、嗯、那你什么时候比较有空？应该是元宵过后。元宵过后，元宵过后是国历的二月。我才农历是农历元宵过后，我们再去看行事历哈。那么再请国林老师帮我们 booking 起来。好，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拜拜。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你们还喜欢吗？如果你有想要知道却迟迟不知道从哪边了解起的文化或跨文化相关主题，都非常欢迎您传简讯或留言来告诉我们，我们会尽力邀请从事相关工作的老师们来节目和我们分享他们精彩的故事以及理想。我是古灵精，再次感谢您聆听我们的节目，并且感谢这次的节目后制张永桥、行政执行陈威如两位坚强的后盾，让节目得以顺利进行。同时也非常感谢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对于本节目的肯定与赞助。我们的节目将以一个月一个主题的方式，邀请从事传统艺术文化相关的朋友来和我们聊聊工作中一些有趣的事情。也请正在聆听节目的你不吝惜按赞、订阅、分享。那我们下礼拜频道上见，拜拜。